台北季风吹啊吹，又搁到了乌鱼行山的季节。新港张家川的养殖业者八号上午展开今年的抓乌鱼工作，现台出能。今年三年乌产量较少，乌鱼子产地计数是起到一斤900块，破卵了后的乌鱼壳每大斤65块。平均一杯要260块左右。吹淡薄季风，寒人当时用是乌鱼生产的季节。新港张家川的养殖业者伫八号早起开始抓乌鱼的作业，乌鱼季正式开始。早起前辈了哦，哎呀，最小哦，真的，我知道了，他。到手的鱼仔一上花了后，就开始努力作业，抬鱼起卵，各有鱼根也拢全工捡出来。伫边的消费者就赶紧将乌鱼壳带落去袋仔内底，准备买回去厝的。等吼，啊，这个养殖户，这个饲这乌鱼的经验丰富吼，啊，所以咧，啊，这个非常多人吼、啊、来这个采购，来新鲜，啊，佫好食。咱会知影当早日冬啊，日冬补冬啊，你啊看我手中这乌鱼子有大鼻无？哦，大家都拢啊金细细，真正是黄金啦、啊、吼，乌金啦、啊，黄金啦、啊、吼，非常会赞吼。啊，若有需要人，较紧的哦，干那今日一工的哦，紧来吃来买。业者指出，今年三年乌的产量较少，所以中盘开出的乌鱼子价少，一斤起到900，价少是比往年佫较水。但是乌鱼壳价少的平平，产地价少一斤65块，平均一尾大约要260左右。台中华新闻叶宏武，新港彩虹报道。